怎么样？我准备的礼物你喜欢吗？嗯。李腾，你要的东西不在这里。我要的不只是那枚硬币，我还要你死。挺管用的吗？学得不错。是你教的哈。别喷别喷。不喷可以。那你告诉我怎么找到这儿的。你包里有追踪器。Ah!
你应该对这种情况很熟悉，不愧是我的女人。你也想被喷是不是？给我看看。什么着急啊？回家慢慢看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开玩笑？我们回不去了，车坏了。打电话报警。我试过了，根本就没有信号。怎么办啊？他们会不会再找过来啊？跟我走。你没事吧？啊？这么严重，你还说是小伤？没事。你坚持住。没事。你等等我，你坚持住。现在在哪？我们在。喂。喂。怎么了，浩哥？力哥跟嫂子出事了。啊？你去报警。喂，你好，我要报警。浩哥。对，现在很着急。你留下来陪星星吧，我和石头一起去找力哥。对啊，浩哥，我们两个去。你留下来照顾星星，不是还有警察吗？爸爸，你去救丽彤哥哥吧，小强阿姨在呢。对，我能照顾好星星的，你放心吧。星星乖，那爸爸离开一会儿，很快就回来啊。嗯。小伟，你留在医院，注意可疑面孔的出入。石头，你跟我走。好，放心吧，浩哥。哎呀，怎么这个时候没电了呀？你坚持住。这应该是守山人的屋子，我们暂时借住一晚。你没事吧？不要你再为我受伤了。你还生气吗？你在花田都跟我解释清楚了，而且我也没有真正气过，只是……只是什么？我希望以后不论再发生什么事，我们都能够一起面对。无法开口在咫尺的距离，以后我立德保全对你毫无保留。袁念初，
年前我能保护好你，现在也能。睡吧，天一会儿就亮了。反反复复，就让我一个人去压抑，沉迷然后又清醒，你无需知晓我的秘密。回忆